的新的教师节，谢谢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四年六班的刘景明，我们要感谢韩叔老师教我们去学韩国语，让我们学到很多新知识，成为一个好学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四年四班的林子君，我要感谢王志强老师让我学到很多知识，还会指导我们有好品格。谢谢老师，教师节快乐。正确的写字方式，谢谢老师，祝你教师节快乐。你好，我是四年八班翁启丹，我要感谢班长杰老师一年以来教导我们许多知识，祝老师教师节快乐。我是四年十八的郑一芬，我要感谢我们老师一年来的教导，教师节快乐。谢谢大家。节快到了，我要谢谢老师教我们很多东西。大家好，我是四年三班的苏正豪，各位老师感谢你们，自从上了中年级，我的个性不再那么凶，也会体谅别人，也让我学到很多东西。老师谢谢你们，谢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。谢谢我的老师康坤丽老师用心的教导我，最后祝老师教师节快乐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年六班的廖静龙，我们要谢谢所有老师教我们国语数学的，教师节快乐了，祝所有老师好，我是三年级的挺好，我要谢谢周桂静老师教导我们国语还有数学，让我学到很多丰富的知识。教师节快到了，祝老师身体健康，教师节快乐。郑老师您好，谢谢老师教导我国语还有数学，祝您平安快乐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。
要谢谢各科老师教导我们活的道理。教师节快到了，我要祝老师平平安安。教师节快乐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我是五年六班的林采萱，我要谢谢苏芳婷老师教我们国语、数学等一些知识，也教我们正确的态度，让我成为好孩子。教师节快到了，也谢谢其他老师。教师节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年十六班的邱玉，我要感谢曾婉琪老师教我们国语和数学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五年级的燕华佩奇，谢谢玉芳老师教我们礼貌和智慧，教我们不会的不懂的地方。教师节快到了，是五年一班的永成，我们要感谢孟哲老师教我们综合和数学，综合和健康，让我们知道校园也有危险的地方，也会教导我们不应该到危险的地方玩。教师节快到了，祝老师平平安安，长命百岁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年十三班的林凯恩，我要谢谢南京老师教我们数学，让我的数学变得很厉害。我要祝老师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老师，教师节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年四班的唐玉兰，谢谢张云珍老师教我们数学和国语，让我们学到很多知识。教师节快到了，我要先祝老师身体健康，教师节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年九班的李子欣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年级的李子平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年二班的李佩璇。是老师每天辛苦的教导，您辛苦了。教师节快到了，数学。教师节快到了，我们您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教师节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年四班的何亮轩，我们要谢谢淑婷老师教我们国语和数学，还有做人做事的道理，让我们变得更好。祝老师身体健康，教师节快乐。老师您辛苦了。我们要谢谢蔡宇轩老师辛苦地教导我们国语跟数学。教师节快乐，我们要祝老师身体健康，教师节快乐。我是六年六班的蓝晶，我要谢谢凤晶老师教我们数学国语，谢谢老师照顾我们。教师节要到了，祝老师教师节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年十二班的李诗婷，我要谢谢晶晶老师教导我们正确的态度，也让我们学到许多知识和道理。教师节快到了，我要祝福您
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教师节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607班的陈燕妮，我要感谢尹君老师。老师您就像百科全书一样，让我们吸收丰富的知识，解决我们不会的事情。教师节快乐，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。大家好，我们是6年级，我叫做学生，我叫做蔡雅，我叫做张昭。我们要谢谢老师每天教我们国语和数学，让我们的学业更进步。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6年级的陈信宇，我要谢谢佳玉老师教我们国语、数学和社会，也教我们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。老师您辛苦了，祝老师教师节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6年9班的太子，我要谢谢季秋云老师教导我们许多知识，祝老师教师节快乐。学到丰富的知识，在我们功课不会的时候帮助我们。祝老师教师节快乐！